好，第一部分的分解教学，准备动作。右脚的旁点部，然后微微给点膝盖屈，然后左手感觉撩着我们的头发丝儿，啊，眼皮要耷拉下来这里，然后右手放在左胯，然后但是从正面看要能看到我的右手的手指尖儿。好，音乐起的时候就是一，一的时候眼睛给回眸，一，二，回眸去看镜子。对，然后回眸看镜子的时候，我们人微微给的是靠的状态啊，不要这样子回头啊，是微微给靠，然后感觉我的眼神是从我的左眼这个地方瞟出去，这是第一个亮相。三四的时候人往上提，手轻轻的合上，对，手心手背保持不动就可以了。然后五的时候给吐气，五啊，这里一定要给个气息，气息走在前，然后眼睛是留在最后慢慢回过去的。五六，然后做躺身，七八，然后这里的手我给一个左手放啊，不光是往远，是要往下放，右手提回来，提回来用我们的手腕带回来，注意要让前面的观众前面的人看到我们的手指尖。好，七八的八的时候转回到正面，变成右脚在前的踏步，对，然后右手做一个盘腕。好，然后第二个八拍吐气，二吐气的同时推动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左腰一节一节的，三四带下来，然后这时候我的身体有一个啊，用腰推，然后是我们的胸、肩膀、脖子，最后到头顶心，然后是躺下的感觉，对，然后躺下来之后，慢慢的再含下来。好，这是第二个八拍的前半句。好，然后五六七八手啊，直接站起来就可以了，左手压，右手提，然后还是跟我们第一个动作一样，撩我们的头发丝儿。对了对了，然后完了就同时给呼吸给蹲在这儿，然后八的时候给一个吐气，八，对，吐气的同时人感觉就放松的状态，然后我的手就做个下落，八，好的。好，来，我们前面两个八拍啊，我们再来一次，从头啊，眼睛先耷拉下来，然后注意右手要伸出去，然后膝盖给点蹲，膝盖给点蹲。好，一回眸，二三四落手。好，注意落手的时候右手啊，你看不要直接收回来，右手还是保持长的，对，现在还是左手短右手长。好，五的时候给吐气的时候我右手才开始拉回来，五，对了，六，然后往下躺身，七。好，八的时候回身站直盘腕，八。好，第二个八拍，二，腰背一节一节拉，二，头先留住，三。好，四的时候头回，好，五站齐，五六。好，停住不动，右胯再出一点，让我们的曲线再明显一点，七不动，八的时候给个吐气，八。好，这是前面两个八拍续的动作。好，然后我们往后说，往后说大概有四个八拍，这四个八拍呢，会出现有点的动作了，在这四个八拍里面要把它把握住。前面两个八拍都是平均的。好，我们从后面四个八拍开始说啊，七打八，吐气到这里，然后一打二，三个点，一。好，对，然后注意这里不要做成一个托盘子的感觉，要稍微的有点格式化，一，对啊，左手拉长，然后整个人我用个姿势折下来，对，折下来之后我们的眼睛去找手的方向，然后这里注意是腮帮子啊，不是整张脸，是腮帮子，然后右手下压，然后压到我们的右胯就可以了，不要推出去，对，在这儿，一是一个点。好，然后腿还是保持旁点部，不需要打开也不要打开。好，一，好，大的时候右手不动，左手直接回大啊，然后回到我们的正旁三点的方向，头同时回来。二的时候给个点，同时这个点啊两个地方形成，一个是我的左手的手腕子啊，准确来说应该是左手的虎口，对，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是我们的眼睛快速看过来，对，然后跟我们的那个状态一样啊，我们回眸的时候人要微微往后靠一点，然后左肩打开一点，但是不要左肩完全打开，打开一点点，然后眼睛要盯住。好，然后二给一个点， OK， 然后这三个动作是连贯在一起的，一
大二给点 ，OK， 右手放松在旁边就可以了啊。好，往下说，三的时候继续提，三，哒，好，四的时候给一个蹲，一个顿点，四，好，这个四啊，要求四不要软掉，要四拎住。然后我们动作传达的这个四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感觉到这里，然后再很魅惑的笑一下，四，对，然后四再笑一下。好，然后五的时候推背啊，不光是并脚，右脚并左脚，然后同时你要推你的后背，五推回来，对啊，推回来的时候右手大胆的对带过来，哦对，然后同时左手放五，然后这个平均的六，对，右手带七八，然后脚就是并拢就可以了，没有动作。好，说一下这个手啊，你看你的手现在是举手发言是短的，我要长的。啊，还不够，还不够，再一次啊！看右手带动没有问题，注意右手啊，我们不要用手腕子带，很小气啊，用我们的虎口带啊，保持一个汉唐的风格。然后完了之后，胳膊肘是下沉的，对，用我们的虎口带，然后手背冲前折回来就可以了。然后注意左手千万不要做短的，左手要做长的，用整个膀子带过来。对了，然后尽量让你的右手的胳膊肘从视觉上看是靠在你的左边的这个胳膊肘上，然后是一个长的。对了，啊，然后尽可能的放下去一点，不要翘太高，放松，哎，放在胸上。OK， 好，这个八拍动作再来一下啊，我们从这里来，好，气，大，啪，吐气，一，大。给眼睛，好的，三提，四笑，五推背回来，六继续走连贯，七八停住。 OK， 好，往下走啊，往下走，我们的右脚直接出去点七点的方向，好，然后同时我的手一个压一个提，对，跟我们第一个造型很像啊。然后呢，我们右手一样的啊，不要推出去，但是要推到别人能看到的位置。然后胳膊肘再弯一点，啊，对，啊，注意这里不要撑直，胳膊肘弯一点啊。然后左手是长的，然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回眸的定。对，要求就是眼睛跟我们那个回眸感觉一样，不要这么去看，要定住，对，这么去盯，从眼睛的这个眼尾这边看过去。好，然后躺身的同时啊，左手压回啊，左手压回。右手伸出去找七点，就是两只手交换，对，两只手交换。好，然后人的感觉是什么啊？这个是拎住，好，这个是吐气，然后做的是躺，躺，延伸躺。好，来看我的眼睛语气，不要什么转过来看手啊，看天花板，感觉躺身的感觉。然后还没有看到手的时候，我的右手带回转到正面放到这儿，对啊，做一个定躺延伸回，对，回来在这儿。好，然后这几拍动作的节拍我们说一下啊，从上一个八拍的结束。好，过来的时候是一一二就走二，然后三延伸三打四回来。OK， 然后看五的动作啊，五的动作手经过合再打开啊，对，然后拉开的时候手心冲前，对，五大，五大就给点大，然后大的时候不光是我的手腕子，最重要是我的哪里，我的左边旁腰大，对，推一下，对，好的啊，五大啊，然后六延伸延伸七。好，下面动作也是一样的啊，继续，我既然已经推了我的左边的旁腰了，继续推左边旁腰，继续推左边旁腰，一直推一直推啊。然后这时候你的头要注意不要动啊，不要转头，不要转到任何方向，我的眼睛始终看着我的正上方，一点的正上方，推推推啊，把我的左边后背送到前面来。好，然后吐气啊，然后这里有个吐气啊，啊，真的把气息吐出来，然后我的手啊不要掉到我的脸上面，用我的手背啊，手腕啊，去靠近我的额头，在这个位置。好，然后同时做一个落肩，落的右肩，落右肩，然后右手要注意啊，伸出来是有修饰的啊，落右肩。好，来说脚下动作啊，左脚上步哒哒
对，然后要一拍形成一啊，然后这里的节奏我们是五啊，五，对，然后五大的时候就推大，好，腿保持不动就可以了，六七继续，然后后背推得不够，再推一点，对，再推一点，好，八的时候给吐气，八，在这个位置，好。一共四个八拍，然后我们现在把后面两个八拍再来一次啊，后面两个八拍再来一次，从那个快的三下开始，气打连贯啊，八，吐气，一，大，二，眼睛，三，大大，四笑，啊，然后注意这里啊，不要遮太多，笑的时候还是要可对露出一点点嘴角，好，五的时候推背。五打六打，继续连贯七打八，好，一的时候定住啊，走定一，好，眼睛有没有看到前面？对，有没有看到镜子？好，二的要注意你的后手太直了，对，弯一点。二的时候给吐气躺身，二，慢慢的躺身，三，然后右手要伸到长啊，然后四的时候回来，四回来，然后快上步一拍到位啊，五大给点六。继续，七打八，吐气啊！真的把气吐出去啊！不要光做造型，啊，人松下去。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前面前奏四个八拍的动作分解。下面我们做一下背面的示范。回眸，一、二、打、三、四、五，吐气，六、打、七。打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六七八打二打二打三打四打五哒六七哒八。第二部分的分解教学，好，我们回到我们前一部分的结束动作，吐气在这里，好，然后继续延续我们刚刚那个呼吸，然后不要断，然后右脚上步，好，右脚上步的同时，左手就是顺势往下放就可以了，然后但是这里要留我们的头，留我们的旁腰，一、二，慢慢的，三、四，平稳的转过来。对，就是平稳的转过来，然后留我的右边的旁腰，然后右边的头眼睛就可以了，慢慢的啊，没有任何棱角的转过来。好，五六七八的动作，好，后面动作先介绍一下，后面的动作非常简单，我们一共走四步，
啊，然后呢，都是同样的动作，前面两步是慢的，后面两步是快的。然后这个走过去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前面我们刚刚学的第一部分的四个八啊，把它想象成我们的一个序章。然后我们可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表演，你想象自己在那种珠帘后面，然后完了之后从这里开始才开始真正的走入舞台中央。然后我们的走的时候，你要想象我们现在是在做表演，对吗？我们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啊，非常华丽的衣服。然后我们走的每一步啊，你要把那个气场走出来，因为你身上的那个头饰啊、耳钗，所有的东西都在挂在你的身上啊，走的要高贵，然后走的要有气场。对了，非常简单，动作非常简单啊，我们胳膊肘、手腕、手指尖拎出去，然后落的时候胳膊肘、手腕、手指尖不要有棱角。对，非常简单。然后这里我们做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处理，就是提我的虎口多一点，对，不要光做提压腕，这样子飞会显得这个动作很轻。我希望这个动作做出来感觉是很有一种很厚的感觉，对啊，所以会提一点虎口做这样的处理。然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啊，因为我们身上披荆挂银就是非常的重，所以走的每一步你要感觉自己身上是很重的，诶，然后我们上步做个快的处理，上快，然后落的时候慢一点，慢。好，上步的时候后背推一下 ，zoom。对，感觉后背有个推啊，但是这时候你的脖子千万不要松啊，脖子要撑住啊，始终是架住的，因为我们的头是非常的重，也非常的贵啊，感觉一、二，慢的一步走，二，再躺一点。好，快的走两步，走打了，好的，好啊，动作就是这么简单。好，下面我们带上节奏，从我们的开始的第一个八拍来一次。好，吐气，第一次拍一个动作啊，二，转身，三，四，好，右脚第一步，五，六，七，八，好，还是慢的，二，三。四，快的两步，五，六，打七，好的，好，这就是一共是我们往后站腰，这就是一共就是两个八拍了。好，我们下面说第三个八拍的动作啊，第三个八拍，右脚上步，对，然后这里要回到我们什么感觉？我们刚刚是躺的，然后完了下巴跟微抬，对不对？然后这里要把我们下巴收回来。然后把哪里放出去呢？把我们的眼睛，还是一样的，我们看不要这么去看，我们看感觉是从我们的眼尾这里这么看出去，对，用你的这里去看啊。然后呢，把下巴颏收回来，眼睛放出去，同时把我的左边后背送出去，对。然后你看你的手别从这里走，对，我们的手是从旁边拉，对啦。然后人去做一个冲往前，用你的，然后你看你的左肩太高了，左肩可以低一点，对，然后一、二、三，这里三大的时候上步，同时右手啊做一个勾，我用了个字勾啊，勾，你要感觉把前面一排人的视线都勾过来，勾，好，勾到几点呢？勾到七点方向，然后左手压下来，右手提上去，同时右脚上步，拎。然后这个拎啊，把头要埋下去，然后手到我的脚趾间形成一个斜线，包括我的人是一个斜线，拉了一个斜线啊，到这儿，这是四的动作。好，非常简单。五的动作说完啊，五的时候跟我们前面那个处理一样，做什么？吐气，只是现在换反面了。对，然后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手要继续延伸，然后感觉用你的鼻尖啊，用你的鼻尖去跟你的手背做个互动啊，你的手慢慢的落，你的鼻尖是迎着它，哎呀，这里需要迎着它啊，不是跟着它一起落，是迎着它。好，然后左手注意一个细节啊，不要就完全不动的放在旁边，稍作修饰。五啊，你要干嘛？沉左肩，对啊，不是扛着，落左肩。六，保持不动。好，七的时候给一点一点。八的时候推背起来，然后手这时候右手已经落下来，推背起的时候左手自然摆动到前。好，来这个八拍我们来一次啊，从这里开始，五六七，走打，一，二，对，继续，三，大，
好，再低一点。好，四，拎起来。五的时候吐气。五，六，好，七的时候走。七，手打开。八，推背起。OK， 好，这个八拍再补充一个要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八拍有一个三个高度的处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冲出去的时候是我讲的最正常的高度。对，好，然后我们画手的同时，我们做的最低的那个高度。好，然后我们拎上去做最高的那个高度，拎。对，我们的三个空间的处理在这个地方要去体现一下啊，中的、低的、高的。OK， 好，我往下一个八拍说啊，这是第三个八拍动作到这里。好，第四个八拍啊，直接右脚并左脚转。好，点出去。好，这不是点尖啊，提胳膊肘就可以。对，然后手指尖垂下来，提胳膊肘，哎就可以了。好，这个转你可以处理成什么？我刚刚教的那种，并步出脚。对，也可以什么啊，直接转过来出脚。对，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调整啊。并步出，对，然后同时我的胳膊肘提起来在这儿，记住啊，不用点尖，在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身体做个含，好，胳膊肘往后拉，记住这两个胳膊肘不是往旁拉，往后拉。啊，这个八拍非常的简单，就是下一个腰啊，然后但是要注意细节，下腰可以下得很漂亮啊，不是在乎你的腰是否够软，而是说我们这个腰下的是否好看。好，胳膊肘往后夹，手指尖冲八点，好的，然后继续夹，继续夹，继续夹，然后最后下到你的脖子头顶心。对，然后两个手啊，不要脸在这儿，尽可能的夹起来，把我的这个后面的肩胛骨后背全部夹起来，然后要挂下去，不能支在这儿。然后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说一定要让你的手走在你的身体的前边，什么意思啊？不能说我下腰然后落手，而是什么？先落手，再下腰。然后这个腰，至于你下多低，根据你个人的情况都可以。但是这个状态我们是一致的，用一个八拍的时间，节奏具体分配跟你说一下啊。一的时候是转身，二的时候是停住，三的时候开始给呼吸，三。四、五、六、七、八啊，用一个八拍时间完成这个下腰，这是我们第四个八拍的动作。好，我们直接往下说，因为这个八拍非常简单。好，后面一个八拍，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第五个八拍，一的时候推背起，一，对，然后两个手啊，不是经过旁边起，是从经过后面一推背起，起来，手心冲八点，二的时候做一个单。好啊，好的啊，你已经做对了。但是我再说一下，手落下来之后，左手贴着你的腿，然后右手感觉像掀开一个帘子一样，从二点的方向掀就可以了啊。然后同时我的脚要变方向，对，然后脚后跟往前推一下，然后做一个钻起。好，这个钻起不要去强调那个钻，哦，去强调那个起啊。下面一带而过，直接起来。对，我在哪里放慢？这里放慢，然后这里注意有个细节啊，肩膀、胸、胯、大腿、膝盖、脚尖这么上步。对，我不是这样大就上步了，而是从手指尖开始大，有个这个上步啊，尽可能的去做啊，一节一节的带动，然后从而我的左腿往二点上步。好，节奏是一拍一个动作，一起二钻，对，二的时候已经要到这儿了，二已经要到这儿了，不要强调下和钻啊，然后带动出脚。好，三的，然后这时候手顺势已经落下来了，完全落。三的时候提胳膊肘啊，好，三的时候准确来说不是提胳膊肘，它是一个过程啊，来先看一下。三，对，非常简单，右脚并左脚转一圈，然后我的手是提胳膊肘，但是是为了什么？把手掏出去。对，是一个这个提胳膊肘掏手的过程。好，然后这是三，同时做转，三转过来，好，转过来刚掏出去，我手打开，打开之后右脚上步做一个点翻身，正面的。好，这是四的动作。好，五的动作翻身要翻到这儿，注意啊，我们翻身不要翻到这儿，要翻得过一点。然后呢，五的时候后背靠，右脚撤，五，
对，然后这个方向要转到七点来，对，啊，给我侧面，不要给我一半，在这儿，这是五的动作。好，来前面五拍，一拍一个动作，我们从第三个动作再说一次啊。好，上步，这是二，上步，三的时候转圈掏手，好，四的时候翻身，好，五的时候撤脚，亮相。对，然后这个手啊，又有一个力量，就是我的手不是这么到位，我是有一个呼吸的力量，然后用一个撒出去，对，撒，啊，用你的气息，对，然后呢，这时候眼睛要定着一点，对，然后怎么看也是不要这么直着看，这么看，从眼尾这里看出去，好，然后六的时候啊，用一个字抽，抽过去。对啊，我的手不是摆动过去，不是挥过去，是抽过去。对，然后我们感觉我的左手也是推动着右手，推过去就可以了。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的人做一个呼吸的拎，对，拎啊，突然一下拎。然后这时候啊，你可以起半脚尖，像我一样起半脚尖，也可以不起。但是重心不管你起或者不起，都是偏右的，对，都是偏右的，偏右啊，偏右脚。好，这是六。好，七的时候吐气。啊，感觉很柔弱的倒下来。好，倒下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用我的右手的手腕去靠近我的额头，啊，靠近右额头，不然就挡着脸了。对，然后左手看我的左手伸直了，去找二点的斜下方。好，这里的眼睛啊，耷拉下来看地。对，然后人啊不要这样，人是舒服的躺下。好，这一个。这一拍是七，要一口气把我们的呼吸吐完，七，然后八的时候就停在这儿，八，好，这个八拍相对于前面我们刚刚学的几个八拍要稍微的复杂一点点，啊，但是每一拍要做得清楚，我刚刚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现在把每一拍稍微的连贯起来画一次，一共七个动作，一拍一个动作，第八拍停住，啊，我们来做个记忆啊，就一次，气走，一起。二抛，同时带动上步，左手没有左手动作，对，放下来就可以。好，三的时候直接拎手转三，好，四的时候是翻身四，五的时候是撒五，好，六的时候是拎六，好，七的时候是吐气，啊，眼皮子耷了下来，八不动。好，往下说最后一个八拍，第六个八拍动作，一吐气，好，吐气的同时把你的右后背。对，裹过来，裹过来，同时手也变面。对，二的时候紧接着直接借力发力做转。好，我们先把转的形态摆一下。好，我转的时候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呢提腕，然后身体做一个赖的感觉。对，一点点啊，一点点，不要多。然后用你的右额头，感觉是靠你的右膀。啊，然后呢，你看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胯可以再出去一点。对，好，转的姿态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裹下来在这儿，好，然后顺势起范啊，不要停死，顺势啊起范，然后转过来左脚点地，然后延伸躺躺，继续继续，好，然后这时候自然会有一个什么，我的旁腰落，然后我的手自然会有个下，对吗？然后呢再走的时候左脚上步，上步的同时左胳膊肘提，右胳膊肘压，对，然后眼睛留在二点，好，然后拉后腿带出来啊，不用刻意啊，这是自然的现象。好，直接就走掉了。好，走掉的时候啊，我们的两只手顺着放下来，然后眼睛和我的旁腰都留在一点方向，跑动跑动，要跑到最后面，因为我们刚位置调度调度到很前嘛，我们跑到我们起点，就是我们整个舞蹈开始的地方。好，回到哪个造型呢？我们开始的造型，但是有一点点变化，我们眼睛直接就留给前面了。对，我们准备的时候眼睛不是耷拉下来吗？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时候眼睛看前。好，这六个八拍到这里就是结束了，我们先把第六个八拍再来连贯来一次啊，第六个八拍到我们前一个八拍结束的位置。好，一的时候是吐气，一紧接着二的转二，好，三是留住延伸三，好，四是上步四，然后五留住
六就跑动，七八，好，这里有个过门啊，还有多四排的时候摆造型，五六七八。好的，以上就是六个八拍的分解教学，下面我给大家背面示范一次，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打四五六七八。